喂，哪里呀？你好，请问是刘婉玉女士吗？我们这里是体检中心。哦，体检中心啊，我报告出来啦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电是告知您，您的体检电子报告已经通过微信推送，其中 CT 显示您的肺部有一块比较大的阴影，想提醒您尽快去医院复查，以免耽误病情。肺部有问题？不好意思，体检中心只能做初步检查。阿姨，您还是赶紧去医院看一看比较放心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啊，谢谢啊。这样啊，从检查结果来看呢，你的肺部有块阴影，我们初步怀疑是肿瘤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，比如胸闷啊、咳嗽啊？有一点。哦，那食欲怎么样？还好。这样，你呢和家人商量一下，尽快做一个查体手术，才能进一步确诊。知道啥事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肯定有什么事儿吧。睡着了啊？怎么在这儿躺着呢？没事。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哎，阿玉啊，晚饭怎么没做？怎么了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下午突然胃疼，后来我就在这沙发上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一醒来天都黑了，哎呀，饭都没做。那现在怎么样啊？没事了，我先去做。哎，别，我来做吧。啊，你别动。那我们晚上就简单一点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妈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挺好的呀，就是点胃疼嘛。
真的？啊，没事儿。今天下午躺在沙发上，我想了好久你们的事儿。我们的什么事儿？明明啊，你和欢欢都不小了，一个30，一个40，该结婚了。啊，结了婚，早点要孩子。对女孩子来说，生小孩生得早，恢复得快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和你爸爸，现在孩子年轻嘛，能帮你们带带孩子，你们还可以忙自己的事业去。阿姨，你这40-50，你这入得也太厉害了，我才32。哎，这也快了嘛，差不多了。啊。妈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。我跟志明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们不着急。你现在身体这样，明天还能跟我爸去那个旅游团吗？是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应该可以吧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带你好好出去玩两天，放松放松啊。哎，你要不上去先躺会儿吧，一会儿做完了我再叫你下来。对，躺会儿吧。行，那我上去躺会儿。去躺会儿吧。哎，这腿是也不行了吗？没事，都挺好的。你自己上去行不行？我上去了啊。啊。嗯。我，40，怎么说50呢？去你的！哎，阿玉啊，你看这件马甲怎么样？帅吧？我戴着啊。你不舒服了？没有不舒服吧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哇啦哇啦啊，那个喉咙像高音喇叭那样，我倒是觉得天下太平。像你现在这样一句话都不讲，安安静静的，哎呦，我怎么感觉哈死死了？你真的没事儿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干嘛呀？你要咒我有事儿？没有。累了坐一会儿。白天跳舞跳累了，哦，哎，我现在还睡了啊，睡吧睡吧，我来收拾就行了啊。